侠客罗菜市场。我们现在才刚到登山口。哇！有人想上厕所了。超多人的啦。直走到底。直走到底啊！走到最底，走到没有路就拿。这是养老段，现在是登山口旁边的厕所，哇，也是要排队。捷克罗素，哎，哇，刚刚有柯基，现在有捷克罗素。哎，挥手挥手，是录影而已，继续。对。再追一下野人啊。什么狗？哇！它的肚子都是泥巴了，欸，好陡，欸，陡爬哦，米克斯，欸，不会很难啊，因为还没到，感觉开始有人潮在排队了。慢下来哦，好会晃，哎，欸。